志玲与多名专业表演者一同穿梭水面，无论是跳水或是水面上的各种托举与动作，样样都相当到位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次日晚间播出，林志玲暌违八年再度登上春晚，在倒数第五个节目登场，挑战首次尝试的水上芭蕾绽放。林志玲与多名专业表演者一同穿梭水面，无论是跳水或是水面上的各种托举与动作，样样都相当到位，可说是付出不少次练习才可能达到的成果。